다나 신 사변 변화 신기 사변 춘수지 마도 맵이 있네요. 사변 내가 사변 춘수지 마도 맵이 있네요. 콜 튕긴 상 튕긴 출류 죄셀라 소비 튕긴 상부 전부 있나? 고 신동 첨부지 차. 대라 때네 지부 로도 아 지부 런답 게네 지 대라 미미 지부디서 미망불이야 거세게 드제 저기 여번나 신 개와 충무지 마도 맵이 있네요. 몰람 삼비 심비이나 안 공내 공배도 용도 그래서 제마도 아주 개와 랍신지사 몰람 랍신지다 위에비이나 티 미유 샤사 노르소나 개와 랍신 초란도도 미유 춘춘지기 탄다 내가 자신 뭐지 미유 춘춘지기 탄다를 배 당시하나 주야스 민도와 드네 두산에 아주지 소수간에 제시하바 나는 가서 라버지 디디 촐라마도 제과를 계속 그랬어. 멜람타베 검네야. 군노디 계속 그랬어. 삼바 자시종라 때네 전다 자시종 사데 삼바 자시종 때네 전다 자시종 사데 삼바 자시종 때네 차도 아래. 사바도 멜람 사데 가르사나 가리네 용셔버래. 대대인 주사네 왜 자칸제 한바 제제 kham chi chi chiya kwaya da kaya chimbari, kachang shubi na xin, o tiri nsang kaya ba chubu chi, sanyi na nyi ene be chuba thawba kyo chi saa soru, tende ma nam kya kuyo a da chibu. Tenyang, zo zo di, rengi jibu chaya do ma yin ba, kada kachang kama na shubi na xin, nga se, nga chui tatu samre na ro le chi, nga sengi, mi shen da da dheba zani me, nga se, ngarang sengi chi, 도도르지 예사브르 챙겨 여러분 이내 나선 그 도도지 은혜시네 뭐 니스 더 나선 도도지야만 나사디 된주 찌기찌를 땡대 봐 찌기찌를 라래 대비지 마도베 나선 그 도도지야만 내가 네게 카라사 도제디 미 마버지 가서다 가래게 다나 신고보 마버지 사버 때는 용디 겨 마도 나도 게연되는 클락게 유함이도 와 게연전에 돌아오기면 도와 담년다 사디소야 게찬의 연구도 마다 게연전에 담년다 생이지 남관은 조 잡았는지 연구면 도와 아 다나신 타나가 아주 옥 당연 주사네 옥시진 섬으로 근데 되게 준제는 당 공부 신기 체샤 마다 보다 하나 당분을 땡기려 많다 오야 되는 다나신에 가서 쉬면 나신 다 간다 미 게르지 그면함 따발레 초버지 그면함 따바디 슈치 그레스 짱마 페나 짱장마 간지 게갸블레 짱장메 춘부지 게갸비나 니버차야레스 다가나시 포장베 면함 따바다 모장베 면함 따발레 포다 모니간 좀네 면함 따바이나 니버차야레 다가나시 상게 기드네 코르 넘시 겐론다 겐론마다 게니엔다 게니에 마디수 냠돈 조네 마놈 따비나 뉴바체 야라스 마놈 줌 뉴로 야라스 따데레라 소 따망부샤 따망부샤 야다 망부샤 야베디 핑미도 데레 뉴사네 에다 간다라야 데 투섬 시에제 아 고마시라나 샤이 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关爱众生，永不停息。生命电视。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咱们看着经书，这些文字，文字就代表说话，不是音声，是文字。如果把这个文字拆开了，不把它连贯一起，各是各的字，表达不出来意义。那佛的所有利益众生的音声，遍满法界，周遍虚空。那一些众生闻到这个音声，现在佛没有在世，佛说的法变成文字，咱们看见文字，理解到佛是说法，文字是不是音声？以前我跟大家说，我们想见佛，我说你偏这儿见，你打开经本，佛就现前了。这还说打开经本，你不打开经本，佛也随时进虚空骗法界，随时佛都在。但是你想的不同，那就没有了。没有了，那佛就不在。如果你念经的时候，我也拿不见，随便念经的时候，你心里根本没想，这就佛在，就是佛跟我说呢。你没有文字，也不讲翻译，就是佛说的话，能这样理解吗？这叫骗法界，佛的音声骗法界。这样理解，咱们看见经就听见佛的声，就是闻见佛的音声。我想大家每个同学都有这个感觉，念经念到那个时候，那一段你心里非常喜欢，生欢喜心。因为你念得很烦恼，咳嗽也来了嘛，念起来也不懂。说我们送华严经的道友们，你天天念，我看你懂的还是不懂。真正懂了，你开悟了，入法界了，懂得不懂。咱们现在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一段如来出现品。为什么叫普贤菩萨这样说？因为我们不懂，不懂，把如来的出现，如来出现要注视的时候才算如来出现。现在如来涅槃了，又没出现了，咱们是这样理解的啊。现在没有了，但是经书还在啊。你一念经书，佛不就出现了？他们怎么理解？说你要修菩萨的无上大乘法的，没有方说可言，没有言说可说，这就如来出现音声相第三相。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之。没有音声的是音声不断绝，没有音声的音，没有音声的音声是不断绝的，化度众生永远不断，佛的音声永远不断，佛佛都如是。经上所说的，咱们现在所说的都是加比方说的，为什么呢？不加比方，真实怎么说呀？真实无言语啊，没法表达。说加比喻，也是第三项，如来出现的第三项。天女妙生育，天女妙生育。
佛是佛子，譬如自在天王，有天才女，名曰善口，每在地每个自在天王都有一个宝女，有天才女。天才女的名字呢叫善口，口里非常善，与她的口中出一音声，这一音声啊就变了成了百千种药气，变了百千种药药气，耳共相应，各个药气就各个的药，一药种，每一个药气中又要有百千差别音声，一个药气百千差别音声，那百千种药气那就是百千种的差别药声。但是善女善口女从她口里是一音一声啊，那变成无量音声了，变成无量音声了，与一音中出无量声音。那佛说法也如是啊，随你众生的心里的差别，是骗字的都令你得解，佛的音声遍满，明白？是为如来音声第四相，诸菩萨应如是知。这个能闻着药气的，他听着都是悦耳的美妙的音声，与佛的说法，佛的说法闻着生了信解的，起了作用了。我闻到经你生了信解了，我说当时闻到法的生了信解了，就像那天女的药气一样的。第五的印象像呢是泛身及纵欲，佛子佛子，譬如大梵天王，除梵音声，大梵天王还在六道啊，而天呢，不过梵天，梵音声，大梵天王一个音声，所有的梵众每部接吻都听见了。大梵天王没出众外啊，那个一切梵天众显生四愿。他生个念头什么呢？说大梵天王独与我语，只是对我说的，每个天每个大梵天的天众都这样想，说大梵天王对我说的，他是普遍说的，他对谁都在说。佛的一言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大菩萨听见佛是对他说的大乘法，那么人天人，佛告诉我们住那莫作住善奉行，又说的是人天法，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对佛一切道场佛所说的法是众生随类各得解，就各取所需，各取所需，在每一个道场佛所说的法会当中，
这是在那个道上说吗？没有出那个大洞之外吗？那根没成熟的不应闻，闻不到，闻到音声的皆作四念，如来世尊都为我说，如来啊只有给我说法。佛子如来的音声无出无住，音声说出来是出啊，那音声住的时候是住，音声是不住的了，音响是不住的了。但是呢，成就一切的立生的事业，这是如来的音响第五项，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纵随一味欲，不是佛子，譬如纵随皆同一味，随其一故，虽有差别，虽无念虑，已无分别。虽有什么念虑啊？你入什么器皿都装的好多水，水没差别，气没有差别。嗯，佛说法呢，众生的根基不同，众生的心气一固，那就产生无量的差别。嗯，这个很容易理解。现在没有四五百人。嗯，还不是佛说，我现在我在上面说的，我现在所说的个人理解不一样。嗯，也有的没听到，为什么呢？打瞌睡去了。嗯，这个现象是随时咱们都可以理解的。这个，嗯，因为没有念虑，没有分别。嗯，佛子是不是如来音声第六相，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知。降雨之荣誉，佛子佛子，譬如阿耨婆陀罗龙王，婆达多龙王是个龙王的名字啊。兴大密云，遍覆阎浮，普陵甘雨，白骨苗家皆得生长，江河泉此一切盈满，此大雨水不出龙王身心之重重，而能种种摇一声。龙王下雨，雨由哪儿来的？既不出他身，也不出他心，出来的水，出来的雨。这大家可能也想过，经常你观想，看那云彩很密的，雷声不响，嘿，一个雨点没有，叫干打雷不下雨。有时候看着薄薄一层云，啊，你说这个不会下雨，说你就出了走路了啊，那雨下得很大，这是不可知的，对，现在白骨生长，一些粮食都长，庄稼呀、草啊都长，河呀、泉呐、江湖、河海都满了，这个水在哪儿来的？有没从龙王身上出？但是众生得到利益了。拿这个形容佛所说法，佛除散世间，什么世间？那么的，在环境上讲啊，
佛出人世间呢，没度即藏，出现即非出现，是名出现。那入生得救了，说了如来应能能觉已入世啊，行大悲云，遍满十方，普说一切法，令众生都生欢喜，增长善法，满足众生。佛子，如来说法的音声不从外边来，佛没有说，没有说就不从内出。那为什么众生都得到利益了呢？是如来出现世间的第七相，第七相。佛子佛子，譬如摩那斯龙王，是另一个龙王啊，将于降雨，未变即降，不是马上就下雨，掀起大云，云呢遍满虚空，云也不散，也不降雨。咱们说阴天嘛，连阴天不下雨，宁停其日，在这空中挂是大云，没有雨，停了七天。那没下雨，众生照常工作了，哦，在地里头，在天道上工作了。等到众生把事情都做完了，那龙王才下雨。那这个摩纳斯龙王，他是慈悲心很大的，他不恼害众生，等着众生把业务做完了，过了七天了，他降微细雨，雨下的很微细，不大，但是呢，大地普运，大地普运。有形容，形容如来说法啊，佛子，如来仍正能觉已复入世。说佛呀，说法呀，也是这个样子。已复入世，将降法语为变即降，将要说法还没说，还说啊。先行法语成熟众生，没有说法时候先前头的方便是法云，法云令众生呢没有恐怖，没有恐怖。等他成熟了，然后普见甘露法语，语是形容词，然后给他说法，说的甚深微妙善法，法的义理很深很微妙的，见次令其满足如来一切自字，让一众生的智慧都成就了，这是无上法位。佛子是为如来第先生的第八相，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之。说佛说法没有什么变异，也没什么大呀小啊，乃至分别说要人要众生机。那咱们经常说如来日出先造高山，现在我说华严经，那是先大后小，那有时候说圆满，圆满啊，圆满呢，先小而后大，渐渐圆满，先小后大，先说小乘法，后了说大乘法，那就是法华，普见佛语，
佛本来没有前后大小之别的，没有，就是只是说一因法，说如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是众生的因缘。那么这个下雨天呢，说下七天不下，这什么含义呢？是外道不信的，先这温养温养，免得说法时候他破坏法堕恶道，说不急于降雨，不急于说法，耐护众生。那先下一些云来，没有说法，善巧方便。咱不是讲善巧方便会吗？但是方便含着实意，云里头就含着雨分。天都阴了不下雨，太阳总没照到吧？你不会热了，你先得到清凉了。这是用这个比喻啊，形容佛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都是说如来出现世间，众生得的好处。如来出现品呢，就是如来怎么样出现世间呢？出现世间的过程都是普贤菩萨说的。佛子福字佛子，譬如海中有大龙王，又一个龙王啊，名叫大庄严，大庄严龙王，与大海中降雨时，大海中降雨，降的什么雨呢？十种庄严雨，或者百种庄严雨，或者千种庄严雨，百千种庄严雨，谁有这么多分别吗？佛子啊，谁无分别啊？谁哪里有什么分别呢？有什么庄严？有什么大庄严、小庄严？没有这些分别啊。但有龙王不思议力，龙王有这种不思议的力量，另起庄严。乃至百千无量差别，百千种无量差别，拿这个龙王作为比喻，应证等觉出现世间说法利益众生的时候也入世，是吧？为了众生说法的时候，会与十种差别音声，会与百种差别音声，千种差别音声，会与八万四千音声。八万四千音声说八万四千行，乃至于无量百千亿诺的音声，个别说法，令其闻者皆生欢喜。说闻到这个音声的，大家都生欢喜。这种情况啊，善财童子带五十三参，参那些个都是夜摩天，都是十一地菩萨接受王位的大菩萨，那就像这种现象是一样的啊。但这是佛一因啊，一因变成八万四千因，因声就给你显出来了八万四千法门。门是通达意，是行动意，就是八万四千的修行法门。